欢迎欢迎，大家好，我是翁清海，欢迎来到我的寒舍，来跟着我来。啊，这就是我家，这个是我的客厅。然后你看我这个墙上这幅画是，我的一个亲戚送给我的啊，基本上是一个中国画家画的。然后跟着我这本书 Dan， 你看，像吧？啊，然后这个我非常喜欢的沙发是我的设计师啊特地量身定做的啊，全部你看到的东西都是量身定做。包括这个coffee table， 然后这个 DV console 呢他帮我设计成没有脚的啊，我非常喜欢啊。我这个 DV console 没有脚，还有这个 dining table 也是没脚的，就这个餐桌下面都没脚。然后我非常喜欢，是因为没有脚的话啊，房子看起来比较宽敞。然后这个呢是我的 dry kitchen dog 啊，基本上我家人都挺喜欢煮的，然后所以我做了两个。这个 induction cooker， 我喜欢这块地方是因为它够宽敞，当你煮菜的时候或洗东西都有地方放。你们猜猜这位是谁？告诉你们，他就是我的保镖，不是开玩笑的。基本上这个是 Iron Man 啊，当然大家也知道。带大家去楼上看一看。啊，对了，有没有注意到我这个 bubble light？ 啊，还有我 DV console 下面的那些 bubble light。啊，这个 bubble light 是刚开始的时候跟我的 designer 讨论，所以我们试试看。啊，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有层次，比较有一点颜色，房子与其说那种一般的整个房子都是 warm light 啊，还是 white light， 所以我们决定加了这个 bubble light， 我非常喜欢啊。啊，这个就是我的房间，然后我很喜欢这个啊 skylight， 这个屋顶那里，然后这个我最喜欢。啊，房间里面就睡觉的地方里面，最喜欢这道墙，这个 travertine stone。这个就是我的冲凉房跟 wardrobe 啊，我非常喜欢这一个 basin 的设计。啊，你看，还有这个 rain shower， 非常的舒服的。呀，然后还有我的。马桶谢谢你们今天来到我家，我们下次再见。